今天呢，我就玩心大发，想用这些小料给自己的脸化个妆，感觉自己得两个小时才能把这个妆化。其实我感觉今天这个妆啊，有可能它会翻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的选美。最近呢，我收集了特别多的小料，然后今天呢，我就玩心大发，想用这些小料给自己的脸化个妆。这一框里面呢，就是我今天所要用到的全部化妆品，全部都是小料，特别可爱，看到吗？那第一步护肤，好，然后下一步呢，就是涂粉底液，选择这个粉底液吧。你觉得这个粉底液？给大家看一个特别可爱的当粉扑，这个粉扑真的太可爱了，看到吗？特别特别的小，所以我在按粉的时候我也只能只好按，感觉自己得两个小时才能把这个妆化完。其实我感觉今天这个妆啊，有可能它会翻车，因为我这个小样里边呢有很多东西都是没有的，我只能用这个小样里边仅有的一些东西来画，所以很有可能会翻车，但是没关系，对吧？现在我们粉底液上了，下一步就是要定妆。看这个定妆的小样，这个现在呢，我依然就是拿一个新的粉扑定妆。哇，这个定妆粉的它的效果非常好哎！哎，这是什么牌子啊？是这个，可以考虑入手一个，真的还挺不错，感觉粉质很细，然后遮盖这个脸上的油光，但也感觉很好。看到吗？一下就磨皮了，对不对？那感觉脸上都没有瑕疵了，而且今天我是没有在上粉底之前上遮瑕的，因为我没有遮瑕。好，现在粉底液上完了，我现在呢给自己挑选一个眼影。眼影的话，这样子好了，我先用一个这个。哇，这个颜色也很浓哎。有没有认同我的？手是最好的化妆工具，有没有认同的举手？好啦，现在我们用一个就是辅助工具，就是这个，画一个卧蚕。因为我没有眉笔，没有眼线笔，没有睫毛膏，我只能画卧蚕了。哇哦！这不是有句话叫做无中生有吗？这个卧蚕看到了吗？有了吗？好，现在下一步就是要画腮。哦，不对，这个千万不能忘记，这个就是让卧蚕充盈起来的特别神奇的东西。这个它好像就是120块钱吧，是佳琪推荐给我的。它的颜色不是很深，很适合。来，这里有。我妹妹在旁边说，给我拿过来。好，现在呢，我要画一个腮红。腮红呢，这有一个液体腮红，也是一个小样，这颜色还挺适合的。这个腮红都不宜涂太多，太多就像猴子屁股一样。哇，今天这个妆真的巨元气，虽然说是没有眉毛什么的，但是还挺好看的，我觉得挺日常的。OK， 好，下一步呢就是要画口红。口红的话，这里有一个小样，这个应该是纪梵希吧，这个颜色还挺正的，不然就少涂一点，因为今天的妆容很清淡。然后这是打阴影。现在我已经。哦，这里还有睫毛膏，但是我没有睫毛夹呀，有点破吧？这个镜子实在是太小了吧？其实我可以用睫毛膏把我的眉毛给顺一下，我没有眉笔，我只能用睫毛膏顺一下。哎，我发现可以哎，我轻轻的涂了一点点，就是把它的眉毛给往同一个方向顺了一下。但是我的眼睫毛是属于那种自然往下垂的那种，所以它没有办法画的立起来，就是给它卷起来，只能说是加深一点眼眶的颜色吧，因为没有眼线笔，所以只能这样。可以吧，我觉得有这个效果啊。然后现在我这个小样里边也没有什么了，然后今天有用到的东西就是粉底液、腮红，然后粉扑，还用到了口红，用到了精华水，哦，这个叫阴影，然后用到了腮红、液体腮红、睫毛膏，等于说我今天其实我脸上的妆就是这个小盒子里的东西就画完了，就是这个，还挺好看的，是不是很元气？而且我今天脸还超圆，我今天吃了好多东西，双下巴都出来了。好了，拜拜。